我是不是真的是鬼？各位，我明白了，以后这台只抽男角跟武器，这台以后只限定男角跟武器。干，这里不肯给我残枪吧？八卡龙。Hello， 大家好，我是大丸。今天这个1月25号，我们这个原神里面，最多迷妹、最多妹子喜欢的那个男人钟离强势登场了。今天跟大家讲一下了，好不好？今天有两个卡池，钟离跟甘雨，我全都要。首先，我专抽棒子，大家应该都知道我抽棒子特别的欧。加上阿云说叫我抽只钟离给他玩，因为阿云现在是跟我玩同一个原神账号，所以钟离也是为了阿云抽的，他想玩钟离，因为够帅。想喝椰奶，不能不抽甘雨。从进来玩原神到现在，也在网络上看过很多看到很多这些影片。我真的觉得甘雨真的是原神里面最泼的一个角色，没有之一。好了，那今天就是两只都要，好不好？先解决钟离没问题吧，各位。好了，先把棒子给解决吧，看一下我的这个棒子运气能不能继续起舞，走吧。还是前面业障太重了。啊！难道以后是不是只抽男的就好了？别抽妹子了吧？歪了，算了，可以，我觉得可以，我想要请。我的账号历经了三只一斗，一只消，终于歪了一个妹子了，终于打破了我的棒子不败神话。好了，各位，再来没有压力了吧？再来就是大不了80，最惨就在80吧，终于给来，老婆，你的。还是不要抽干预了，我开始有点怕了。这样等等，大家都觉得我其实喜欢的是棒子，怎么办？干，这样会不会？干，为什么我抽男的这么强？阿云好开心哦，阿云好多角色可以玩哎。还是我们今天可以欧到底，把干预狠狠的带回家，然后再把他武器给带走。钟离30抽毕业，还外带一个琴。甘雨总不可能140吧，有点怪欸。没有，其实这正常几率啦，我觉得小宝不要歪就好，我只求小宝不要歪，我们直接右转武器。怎么会这样？好像真的只能抽棒子。你心里面要想着，其实甘雨是棒子，没有办法，他太色了，我的内心没有办法让我超越那道坎，过不去，太难了。甘雨浑身散发出那股香气，很难把它想象成是棒子。来吧，一次中。我是甘雨，是个僵尸攻杀小。我要冰系妹子，不是僵尸，好不好？我要的是冰系妹子，不是僵尸。操！我是甘雨，是个僵尸。他妈谁讲的？给我出来！你要是刚那个第一个打说我是甘雨，我是僵尸的，给我出来！你就继续乱讲话没关系。嘿，你就继续在那边乱预言没关系。哦，琪琪，琪琪好可爱哦，琪琪。好啦，下一个你甘雨嘛，老婆早点出来吧。老婆，50抽内出货可以吗？我想拿点原石买你的弓。给我甘雨，拜托吧。我想要甘雨色色啊，怎么可能我中你随便抽就来啊，我的甘雨就这样。我不太对劲。刚才我开始怀疑了，我等等隔壁抽武器会不会出残枪，我内心已经感受到一点点的害怕了。下一个大宝了吧？怎么会这样？干160哎，我抽了160抽OK， 可以。为了老婆，这些都值得吧？干，不过怎么感觉跟今天预计的一样我今天看来感觉也是预计什么钟离随便抽就中了，然后甘雨要160，干怎么跟我想的一模一样？好，来阿莫斯之弓周期。哦，各位有料，一来武器直接 happy 起来了，一回来武器马上欧起来了，总不可能那边给我棒子那把枪吧？啊？Book， 这本强吗？天空之卷，卫生纸，为什么？它好像真的蛮像卫生纸，它旁边长出来的翅膀很像是抽取式卫生纸。好，不过不错吧？
至少这边有出货，就可以知道自己的极限，早出来是好事。我是不是真的是鬼？各位，我明白了，以后这台只抽男角跟武器，这台以后只抽只限定男角跟武器。干，这里不肯给我残枪吧？各位，这里，我终于知道为什么我抽武器这么厚了，因为他希望我带把残枪给钟离，他希望我的钟离能有一把属于他的残枪，其实很赚欸，只是很神奇，你们知道吗？那我如果我把残枪给抽完了，剩甘雨的武器，我是不是要八十了？搞不过这样还是超，这样超爽，下把赢定了吧？下把赢定了了，还是我们这里直接连三拉三，创造奇迹？你敢信？你也很难抽到吧？因为武器其实真的只有你很有爱的角色，你才会抽武器。像甘雨我就很有爱，所以我妈抽武器。钟离我就不会，但不小心歪到了，那也没办法。啊，那歪到了，那我也是没有办法。哎，有料，有料。有料，好，不过甘雨我婆多抽一只吧，走，好啦，命一啦，好不好？我对甘雨比较有兴趣的，搞不好我们真的可以挖到克勤啊。为什么？我该不会甘雨这里又八十八十吧？怎么可能每次都这样？还是我左转中里抽个命六，搞不好这样就够了。不要了，怎么办？点这时好像都没有 feel 欸，怎么都感觉点下去都不会有东西出来，是我的幻觉吗？刚刚武器池跟钟离池好舒服的，怎么回来这池又开始怪怪的？冰系妹子不要再僵尸了啦，这次不要歪了啦，刚刚可以歪啦，因为我没有七七啦，刚刚歪我完全可以接受啦，这里不能歪了吧？不能再歪了吧？我是甘雨，冰系妹子拿弓，不是僵尸。是个哎，甘雨算仙人对不对？是个仙人，不是仙轮，是仙人。大王还没有迪卢克对吧？啊，没有，没关系，谢谢。聊完这就继续喇叭嘴，没关系，你们就继续。刚有个喇叭嘴七七，我就真的中了，你就继续喇叭嘴。哎，我靠呗，我干，差点出事啊！干，这个时候我们要专心抽啊，不能被聊天室带风向。干，好可惜哦，没有，不是好可惜，干，好可怕，好可怕，差点就要保错了，吓死我了！怎么会这样？为了阎王帝君，对不对？好，有了，加班加起来，为了阎王帝，碎啦！可以瑟瑟，出发，剩多少？剩四十几。哎，我今天是无敌啦！我发现我今天把缠住所有的妹子都补到了。我今天抽到琴，抽到克勤，抽到七七，我把所有缠住的妹子都补到了。哦。今天真的是我的胜利啊！今天除了第一次的甘雨160之外，干，我今天很有料。这就是各位知道什么吗？生命的重量。有没有看到左三角？YT 的观众可能不知道我现在在干嘛。小弟弟，我在突击最近办了一个叫做这个加班活动。今天只是我第二天，我只开了大概40几个小时。然后你们看左三角，他怎样了？左三角是五个字：生命的重量。来了，我婆第二只甘雨，有料吧，各位？我今天好像其实运气不错哎，30抽钟离，然后武器我好像80抽三把，我武器超级扯，舒服。